假时父母送耳环的寓意是，古时候父母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会送上一对耳环作为嫁妆，其寓意为何？ B 耳环跟回家看看什么关系啊？它是嫁妆没错，可是为什么要送耳环？就是如果老公不让你回来，说你也可以有盘缠。耳环是盘缠，好好有道理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